我跟你说，王一博现在这种状态，王一博现在这种状态，我们天天兄弟发自内心的感到快乐，你知道吗？而且王一博刚才跳舞的时候，我的画面就像拍了一个 MV 一样，好帅哦！是不是？我心爱的小摩托，他永远不会堵车。这你别笑。抖音。